茄子，你到底会不会娶我啊？琳琳，你干嘛呢？不是说拍完照之后就会变成自己喜欢的人吗？根本就没有变，哼！乔布斯大人，我也是大前锋的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前锋到底是耐力重要还是爆发力重要啊？快点，骑士和勇士开赛了。还詹姆斯大战库里呀、啊！快，不，大不是应该出现在我的面前吗？不是说了，只要心诚，就能做出奇幻的人吗？我到齐了吗？雷迪斯拉的同学们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，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。只要是你喜欢的人，不管是男，不管是女，是老是少。七舅老爷、四姑父、三大爷都无所谓，只要你怀着赤诚的担心，对他按上快门，他就立马会出现在肖恩的身体里跟你们对话，哪怕是你死去的爷爷都可以。同学，你们说惊不惊喜？惊喜。意不意外？意外。那还在等什么？走啊！走。你们就不怕判出一杀人犯人格吗？好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那个，哎，赵太祖嘛，他吹牛就这样子，跟一阵风一样，呼一下就过去了。他们歇息几天就不这样了。真不是我说的，真的是赵太祖说的。自打他知道相机那事之后，他又到处跟别人说你能通灵。这件事情闹得挺大，挺对不住你的。所以你是来道歉的？我想再用一次相机。我就知道，就一次，想真的就一次，你让我见他最后一次行吗？然后我为你干倒徒弟，车夫、小时工、打字员、考勤提升、厨师、快递，我什么都行，我就是你24小时唯命是从的机器人。然后我等着你拍照，继续做你和周扬人鬼情不了的灵媒。最后一次，你用什么担保最后一次？人格。你别拿那些没有的东西担保好吗？生命。我要是反悔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小恩，我真的。你真的脸皮很厚啊。你看着我的脸，你去幻想你跟周扬的那些油腻的桥段，你不怕做噩梦啊？你不怕精神分裂啊？我真的想见他最后一次，我想弄清楚一些事情。你想弄清楚的事儿有点太多了吧？最后一次。你呀，想都别想。为了不做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人，闭上，闭上，闭上！哎哎哎！
是不得已才选择这样做。我要是真的做错了什么，不能原谅我的话，就让天上的雷劈死我。看来上帝都没有怪罪我，那你就原谅我吧啊。乖。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。睡觉的时候变身，走向极乐世界。掀开啊！太热了，外面可热了，着火了。冷，冷极了。行，好饭不怕晚，白天见。傻瓜，少说两句话，我本来醒不了的。小笼包女士，你以为马先生的魅力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等比赛现场唱给你听的时候，不要太快奔向我的怀抱哦。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有什么八卦吗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擦桌子啊。要不要哥哥找块布帮你一起擦呀？别闹了，都过来关心关心我呢！过来过来，排队，我要照相。我就不信。可是你不是赵肖恩去了吗？别提了，我穷追猛打一天。他为了躲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
3、2、1。哎呀，又拍！上次拍的时候不是没变吗？你们为什么都不变身啊？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之前我就说了，不是谁都能变成周洋的，这里面一定有奥妙之处。嗯，奥妙之处就在你俩的台船。哟，哎，你说谁长得好看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一直坚信，这奥妙之处就在于周洋和肖恩都对你有感情。林渊，你可以出去随便拍，谁喜欢你谁变成周洋就喜欢你，信不信？哎，你们要是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你们就那么确定谁喜欢林渊谁就能变成周洋吗？他说的。事先声明，我已经把林渊当成好朋友了，真心的。但是，如果还有那么一丝残念，等会儿拍完照，我变成了周洋，岂不很尴尬吗？很打脸吧？哎呀，你要相信自己的略拙品味，怎么可能和肖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呢？你这是夸我呢，骂我呢？啊？你这是骂我还是夸我？恭喜你，师哥，终于逃出了林月的牢笼！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洪一伦同学！这次才算是真正的告别，我的初恋。警察。警察叔叔，你们肯定搞错了，他还是个学生啊！都给我站好！你们这是妨碍公务，知道吗？证据确凿，我不会随便抓人。你一定是搞错了。这个是在报案人的家里先拍到的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不是啊，警察叔叔，你自我回来了。入室盗窃、私闯民宅，已经构成犯罪了，你们不要妨碍警察。不是哦。拜拜。行。叔叔，你听我说，不要妨碍公务。我没，我只是不可能。哎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什么情况？啊？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儿？当时我把相机还给宝丽兰，一切就都已经结束了。唉，怎么了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一段失忆的初恋，一个将爱不能爱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再懂林渊了。揪心，回家。我有一种预感呗，这哥们今天高考能成？为什么？没看出来吗？脑袋开光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每次都是这样，都是你说结束就必须要结束。你带我去看过日出，你和林芳一起吃过饭。我们一起从肖恩的演讲会中途开车逃跑过，你也从属于肖恩的真人秀比赛中途退出，因为担心我而跑回来拥抱过我。你甚至邀请过我参加肖恩的生日会。这么多次，你敢说你每一次都是被动照相吗？你在突然抽身前也一定挣扎过，对不对？在我知道我通过这个相机可以再次见到你的时候，
我真的很高兴，我非常非常高兴，但是这份高兴它也让我很为难，我同样我也很挣扎，我也需要最后一次机会去弄清我的答案。能真正的面对你，我也很开心。我知道你迟早都会离开的，但我只是希望你能不能不要再像上次那样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答应你。我知道这一切对肖恩来说已经很不公平了，但是我很狠心，只需要最后一次，可以吗？好。不要偷偷摸摸，我们跟肖恩说好，然后就来一次真正的约会。你知道我是谁的约会？肖恩，我们有话对你说。嗯。肖恩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借用你的身体，最后一次。比一场，认错人了吧？我跟你不熟。干嘛？还怕啊，小怂蛋？听说你车开的不怎么样。是谁说的？我可是摩托车、赛车、卡丁车三本在手的人，还怕了？嗯？加速啊！甩尾啊！你挤他一下不行吗？帅不帅？服不服？服服！来个漂亮的甩尾！垃圾！敢不敢挑一个你不行的玩？我没有不行的。
一条腿。先输后赢的感觉怎么样？哟，这么开心啊？那为什么就不能给周扬一次机会？嗯？按理说，你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，就算推断能力再差，也应该比我一个复读了三年生要强很多吧？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前后顺序搞不懂吗？还是说，你怕挽回不了最终的结局？我给你一分钟把事情给我说清楚。今天比不比赛车，我开的也比你好。你让不让林源见周扬，周扬都是林源念念不忘的初恋。如果没有今天的赛车，就没有现在跆拳道这一场。如果你不让林源见周扬，你就别想以肖恩的身份占据林源的心。唉，拿下林源，替我挽回初恋失败的尊严。小林 ，Hello， 怎么了？没事。谁欺负你了？哥帮你报仇。算了，又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你要是替我出头，那咱俩都别想在这儿干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还是管好你女朋友吧。什么叫管好你女朋友啊？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就上次你跟你女朋友在门口吵架的那次，其实她也被老板咸猪手了。咸猪手？哪次？就她第一次来听你唱歌的那次，那天你没唱好，然后她就替你去跟老板求情了。后来，我们都看见了。都削尖脑袋想进好的大学，要是能穿越的话，看见自己18岁坐在这里花钱买理想，28岁还坐在这里赚钱讨生活，我看还有几个人保平。
这身衣服好像是肖恩参加比赛才会穿的。我翻遍了他的衣柜，好不容易搭配出这身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嗯，今天我们不提肖恩，也不提过去，我们就来一次惊心动魄的约会。究竟要怎样的速度才能追赶上我的梦，在绚烂的烟火里藏着我的秘密。新的一天又来临，我却还停在原地，告诉自己不要畏惧，只要能在一起。在白天在黑夜，还是在无法入眠的凌晨，脑海中都是你和你在一起的话。不怕别人这么说，给你安全感带你飞，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。现在你就是 my special， 不怕别人这么说，给你安全感带你飞，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。梦想在不远的前方，好好走路。啊！你再敢揪我头发试试？你头上有个东西。我在泰国的时候，本来想买一对来着，结果你人都不在，连手环都染不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对我们要。可以。哦，这也太贵了。就这对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店的 VIP 情侣戒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而且为了答谢顾客，我们会送两位情侣手模一对，非常有纪念意义的。算了吧，我们不买了。我数一二三，我们谁都不要回头，各自走回各自的房间，好吗？好。一。二。三。
这次换我倒说，不许再犯规了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的了。我就请很难叫出口是吧？你还记得你今天一共叫了多少次肖恩吗？13遍。肖恩，阿娇。我没怪你，李恩。不过你现在应该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了吧？拿着吧，回去吧。我们走回去好吧？好了，走了。有没有可能一次靠近你？
嗨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以后不要每天早上来接我了。嗯，我。喂，你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，他还要限制你吗？我不想让他误会。难道你还爱着他？小笼包，你绝对没有必要再爱我了。马登登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对不起你。马登登，你先起来，你小鬼子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男人受的屈辱，我一定会跪着让他还回来的。从此，我将永世把你高贵的爱埋在我心底。进击吧，我这懦弱的奴仆。What？哥们，去血战一次！我现在陪你去杀人都可以，不问原因，不问，不计后果，不计。肖恩，你怎么了？别废话，我现在急需找人打一架。呀！说，哪个手碰着我女朋友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真要报警啊！说，你要哪条腿先跑？好呀！呀！哎，对了，我错了！哎呀，我错了！你的手碰着他。我今天非要让他说出来，他到底哪儿错了？快拦着他！我快跑！要不然谁让我还跑？老马，老马，快来！快住！站住！哪儿错了？快跑！快跑！不是肖恩，你这酒量也不行啊！一摸的又不是林雨儿，你在这生什么气啊？快放下吧！肖恩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哎，谁现在能给我算一道数学题啊？到底谁和谁加在一块儿，能得出我们这样一个数字？最后一次占用你的身体，最后一次，
我们真的很感谢你，香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最后一次机会，用这段视频做证明。假如我们违背了现在说的，你可以用它做辅助证明，证明我偷拿了相机，我自己会去警察局。最后一次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在监控范围里？我们想要最后一次约会，但你别担心，我们不是要做什么苟且的事情，我们只是想要搞清楚一些事情，可以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和你面对面说话，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要离开了，这次是真的离开。这段时间我很抱歉，也很感谢。如果我能早一点明白自己空降的意义，也就能够少一点打扰到你的生活。好在现在还不算太晚，我也终于知道自己是来做什么的了。一个是老天对我曾经辜负林渊一片深情的惩罚，一个是想通过我送给你一份珍贵的礼物。被自己厌烦之至的人送礼物，一定觉得很讨厌吧？但是我觉得你会加倍珍惜的。很抱歉，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，因为礼物是要自己拆开的。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礼物？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不能陪哥们去血战一次，我现在陪你去杀人都可以。高贵的女生，马登登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起来，这样不好看。我就跪着。马登登，男儿膝下有白银，是黄金，女神。你起来，起来。你是不是跑去打那个酒吧的老板？又是赵太主说的吧？谈不谈？但是你别听赵太主吹牛，他是给你看他后背上的刀疤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根本就没打起来，那是他画的，我们只是威慑了一下酒吧老板。还有，我这个嘴角是桌角磕的。知道错怪我了？知道了。以后还这个样子吗？不了。还做我的男朋友吗？回答问题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小笼包。小笼包，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？记得啊。
我们如果恢复男女朋友关系的话，啊，我裸奔，我就直播吃袜子。嘘，我叫你来不是说话的，听着就好。你们解决完了？嗯。开心吗？不需要我了吧？我谢谢你啊。现在听好，之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，谁都不用再提起。你我不是朋友，不是同学，我们就是没认识过的陌生人。我叫什么？肖恩。不对，你不知道我叫什么，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是谁，叫什么。我说完下面这段话，也就不知道你是谁了，林远。我说我不喜欢你，我就不会再喜欢你了。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这张小二脸了。两个他，他，他，美丽的邂逅，无边无所求，让我可以看透。两个他，他，他，该为谁停留？紧在我身后，牵起我的手。他，他，他，美丽的邂逅，我别无所求，让我可以看透。两个他，他，他，该为谁停留？紧在我身后，牵起我的手。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，如何才能够走进你的视线，你的心。每一天每一夜，理想短暂却幸福点滴，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。